Hello。我们现在正在前往会场。我们现在来到的会场，稍后习近平主席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。可以看到身后已经有中俄两国国旗。俄方的陪同人员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、俄罗斯总统外交政策助理乌沙科夫、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、俄罗斯副总理奥维尔丘克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、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。普京总统的发言大约有四分多钟，今天俄方的媒体记者也是非常多，我们也期待后续的上合组织峰会。